trouble every now and then. Everybody needs a friend, someone who can help you out. Life isn't easy, it's a bumpy ride, hard to take it all in stride when you're upside down. When the world just disappoints you, you know who to call. Anything you need, well, you can count on me. Well, honey, I'll be there for you. Anytime you call, move that mountain for you. Well, because I adore.是央视网数字主播小 C。 春天是一个万物复苏的季节，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已经呈现出春色满园的景象。我们将通过直播的方式和屏幕前的你一起约会大熊猫，探访宝藏地。先给大家卖个关子啊，今天我们探访的这个宝藏地真的是非常神奇，里面到处都是宝贝。话不多说，进入主题，我们现在就开启第一站吧，先和大熊猫来个超萌约会。你好小 C， 屏幕前的朋友们你们好啊！我们现在呢已经来到的就是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幼年园。那我们接下来就会给大家介绍一下生活在这里的几只大熊猫。这个园区呢一共生活了有五只大熊猫啊，现在架子上面有一只，但是它离我们有一点远，我都不是很看得清楚它是谁呀。那我们挨个跟大家介绍吧，就是这里呢，刚刚说到的有五只，首先啊，就是有两对龙凤胎，啊，一个单胎，那其中一对龙凤胎呢，就是淼淼的啊一对宝宝。他们是金喜和金霜。哦，我看到了，现在下面最下边走着的，在木架下面走的那个，应该是金喜，啊，是龙凤胎当中的哥哥啊，他是在2020年的9月1号啊，开学当天出生的。我为什么能认识他呢？大家可以仔细观察一下，就是他的，我看左边的。右边，哎，左边还是右边？他的脸颊上面，右边脸颊上面有一个黑黑的一个小黑点啊，我们就有时候会打趣说，他那个小黑点是他那个玩偶的做工比较粗糙露出来的那个小线头。
待会儿它如果走近的话，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看它的那个日猫插件。好，我们现在镜头给到的这个在吃竹子的这个小宝贝儿啊，就是福霜，它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个单胎宝宝。它的妈妈呢是福禄，它也是在2020年，10月18号出生的啊，是一个小女孩。因为它的妈妈叫福禄啊，所以他刚出生那会儿还没命名字的时候，大家喜欢叫他葫芦娃。然后福霜的长相呢，就是比较偏清秀的那种啊。现在就是自己乖乖的在那里吃竹子，几个小伙伴呢刚刚应该已经吃好了，现在去在木架上边打闹呢，这会儿就剩福霜自己了。我们有的时候可以在熊猫基地的园区里面听见一些孔雀的叫声啊，因为这边孔雀是散养的，然后常常它们的叫声呢就会吓到我们的大熊猫，然后大熊猫它们的那个又是非常警惕的嘛，所以在听见这些孔雀叫，突然听见孔雀叫声的时候就会被吓到，然后飞快的就上树了。虽然我们平时看着他们好像挺胖胖的憨憨的，但是被吓到之后上树的那个速度还是非常非常的敏捷啊。我觉得应该有很多的朋友们很喜欢大熊猫的背影吧，因为看上去像一个小饭团一样。我们现在画面左上方的这个宝宝啊，肩带有一点细，我们可以猜猜他是谁，也不给我们一个正脸。现在就感觉像是孩子静悄悄必定在作妖，就是当家里的小宝宝突然安静下来的时候，他就一定在搞事情了。现在画面左下方的那个背对着我们的那个宝宝，他就是在那里悄悄地啃树枝，在拆家。好，那我们刚刚还没有给大家介绍完啊，说完了淼淼的一对龙凤胎惊喜哥哥之后呢，来说龙凤胎当中的妹妹金霜。金霜呢跟惊喜一样啊，也是在9月1号开学的当天出生的。哦，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在木架下面的那一个啊，就在咬那个小熊友的应该就是惊喜啊，因为我们看到他的脸颊上面有一个小黑点了。然后金霜呢就是惊喜的妹妹，他们两个长得比较像啊，
所以我也只能从他们脸上的那个小黑点来分辨。如果说我们朋友有更多的辨认他们的方法呢，也可以在评论区和大家来进行交流一下。我感觉一般金霜金喜他们两个还是比较黏糊啊，我感可能我猜啊，可能这会儿跟金喜打架的应该就是妹妹金霜。现在过来一个走独木桥的宝贝儿，他去加入战斗了。因为熊猫宝宝他们还是比较爱凑热闹的啊，就是哪里有这个在打闹的，自己也要去加入，不管自己打不打得过，一定要加入。他们现在玩的这个木架呢，其实也是属于大熊猫生活环境当中的一个丰容的一个部分啊，包括我们看到的这些草木啊、树木啊，还有麻袋做成的这个丰容玩具啊，都是属于他们的环境丰容。他们平时也喜欢在这个上面去玩耍，然后有的时候呢也会我们说打包几根竹子啊上来吃。这些呢也是在模拟大熊猫在野外的一个生存环境。好，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其中的一对龙凤胎啊，然后接下来还有一对龙凤胎，他们就是庆贺的一对龙凤胎宝宝，分别是庆重阳和庆朱鱼。那听名字啊，就能猜到他们是在重阳节当天出生的啊，是在2020年的10月25号。到现在呢，他们是1岁4个月吧。这个园区的宝宝年纪都差不多，都是将近1岁半左右。然后重阳跟朱鱼呢，也是被学习强国啊认养的一对龙凤胎兄妹，也是属于公务熊啊。重阳跟朱鱼长得其实也是非常非常的相像，但是稍微有一点区别的啊，就是在重阳就是哥哥的那个鼻子上面有两个小黑点，所以我觉得也是必须要在他们同框的时候才能对比出来，如果单个看的话可能还不是那么的好认。那我们现在画面当中的这个最上面的这只熊啊，鼻子上面有两个点点，我们猜一下它是不是就是重阳哥哥呢？给大家亮一个相，还是很给面子啊，专门把那个头抬起来让大家认一认。
还有一只熊猫宝宝好像已经进到园区后面这个后花园里面去了，我们现在也不是很拍得到，因为这个园区的那个草丛还是非常非常的茂盛啊。还有一个我觉得那个庆贺的那对龙凤胎重阳跟茱萸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就是他们跟妈妈一样，就感觉那个耳朵分得很开啊，就看着头有一点秃秃的。哇，现在这个是金霜吗？上树的这个。上树非常的敏捷。而且他们平时也会有一些就是自己比较喜欢的这个树杈。爬上去之后，哎，一屁股就坐在树杈上边，就要开始一天的休息了。也会有很多朋友就是怀疑说，哎，他们把自己卡在这么小的一个树杈上面会不会不舒服啊。但是爬树是大熊猫躲避天敌的一个方式，所以他们应该还是比较喜欢在树上的一个状态吧。这个宝宝明显还不满足于现在坐的这个树杈，还要继续往上面爬。这两个还在打架，挂在木架上面，打得非常激烈。这是重阳跟惊喜吗？大家能认出来他们吗？感觉大熊猫的臂力就是非常的强，有时候他们打架就把它打到悬空的时候，就靠自己的一双强有力的这个双手臂来吊着，然后再慢慢的把那个脚也给扣上去。哦，掉下来这个是惊喜。那在上面挂着的倒挂着的这个应该就是重阳。两个男孩子的比赛。好了，小 C， 那以上呢就是我们现场的情况。你呢什么时候有机会也欢迎来到熊猫基地来打卡哟。看到如此可爱的大熊猫，我真是迫不及待地想到现场去呢。那我现在就许愿吧，希望在2022年能和大熊猫见上一面。刚刚通过连线的方式，我们和大熊猫实现了云约会。接下来就到了我们探访宝藏地的环节了。这个宝藏地就是藏着成都熊猫基地里面的大熊猫博物馆。今天刚好是博物馆开馆一周年的纪念日，我们就跟着前方的老师开启探秘之旅吧。小 C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工作人员赵鑫。今天呢，将由我带领大家一起去打卡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宝藏地。现在呢，我们已经来到了咱们基地，接下来我们将前往宝藏地，也就是
大家眼前看到的这个成都大熊猫博物馆。那么成都大熊猫博物馆呢，是于去年，也就是2021年的3月3日正式对公众开放。没错，今天呢就是成都大熊猫博物馆1周年的生日哦。整个成都大熊猫博物馆的建筑面积是7179平方米，展览服务面积是4342平方米，是一个具有科普、公众教育、展示、展品收集、收藏与保护和学术研究功能的国际化、标准化、现代化的精品博物馆。咱们博物馆呢，也是提供了大量的互动体验和沉浸游览。现在我们就来到了博物馆的门口，大家在这里可以看到预约牌，到了现场之后呢，您可以扫码我们的预约二维码进行对您想参观时间段的预约。那么通过扫描呢，您就来到了成都大熊猫博物馆的公众号页面，在服务栏中呢选择参观预约。啊，值得一提的是啊，在这里您可以提前1周预约到您想要参观的时间段。在购买了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门票之后，游客朋友们，你们来到了现场，啊，预约了该时间段的二维码之后呢，携带您的有效证件和二维码在这里扫描就可以进行参观了。由于疫情防控的需要呢，我们博物馆现在是进行了瞬时的最大游客的限制，所以呢最好提前预约哦。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是成都大熊猫博物馆的一个大厅了。我们的博物馆分为上中下三层，在第一层之中呢有一个1分钟的短片，向大家简短的介绍了大熊猫的一个历程，其中呢有一个大熊猫小导游叫做小川，也会从始至终陪伴大家来参观整个博物馆。接下来我们就跟随小川的脚印一起前往大熊猫博物馆的展区吧。那成都大熊猫博物馆呢，它是一个有非常多互动装置的博物馆。整个博物馆的主题呢是以大熊猫为主体，现了人大熊猫自然和谐这样一个主题。在日常的参观过程中，相信大家已经了解到了非常多关于人文啊或者是文物之类的博物馆，但是像大熊猫这样一个以动物为主题的博物馆呢是比较少见的。在第二层呢，我们可以看到是大熊猫的一个影院，3D 影院和琼幕影院，在这里呢也是需要大家现场来预约才能够进行参观的。在这里您可以了解到大熊猫的进化历程以及大熊猫在野外的一个生存的状况。我们的主展厅呢是在3楼，接下来我们就前往大熊猫博物馆的3楼主展厅了哟。现在我们来到的是时光隧道，我们为了给大家带来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将乘坐时光隧道穿越到800万年前大熊猫的祖先出现在这个地球的时间。来，我们一起穿越吧。大家可以看到脚下是2022年，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间段啊。好了，接下来我们就要飞速的往前回到1.5万年前、75万年前、180万年前，最后呢到达了800万年前。而我们的左右两侧的这些动物的剪影啊，都是曾经陪伴大熊猫的祖先进化而来的一些伴生动物们。好了，这里呢就是800万年前了，又是大熊猫的祖先他们当时的一个生活环境了。可以看到啊，这个第一个展区熊猫前传，我们的整个的环境啊还有植被都是模拟的大熊猫800万年前的一个生活状态。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个
植被啊，都是经过大量的考据之后复原在大家眼前的。非常值得一提的是呢，我们博物馆提供了非常多大量的互动装置，在这里啊，您可以像我这样坐上去，脚踏一下啊，体验一下我们的科普互动装置。您可以看到我们的屏幕上呢，随着我的脚踏，就呈现了大熊猫在各个阶段的一个演变历程。首先呢是陆丰史熊猫，这个是大熊猫最早的祖先啊。然后接下来呢是小种大熊猫，这个脚踏的速度呢，它是我们经过了设置，非常安全的。小朋友呢，如果说在家长的陪伴下也是可以体验的。可以看到第三个阶段是武陵山大熊猫，它的体型有没有一种正在变大的感觉呢？接下来这个阶段叫做巴士大熊猫。值得一提的是啊，这个阶段的大熊猫是整个大熊猫家族史上最为繁盛的时期，不管是从体型啊还是数量上来说啊，都是大熊猫家族最为繁盛的一个时期了。因为在这个时候啊，巴氏大熊猫的平均体长呢，甚至达到了2米左右啊。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现身大熊猫，也就是我们现在在园区看到的大熊猫们。好了，通过这个装置了，我们了解到大熊猫它的演变呢，经历了从小体型经历了从小到大再变小的一个过程。在巴氏大熊猫时期啊，它的体型达到了最大的一个状态啊。那在这里呢，左手边的这个展柜也向大家提供了与大熊猫同时期的非常多的半身动物们的一些化石模具，有兴趣的朋友们到时候可以来现场仔细的观察一下，通过头骨的大小对比呢，也能了解到大熊猫在不同时期的一个体型变化。同时呢，我们在这里还营造了非常多有意思的互动，小朋友们对此呢非常的感兴趣。这里呢是非常深受小朋友们喜欢的一个副展室，我们在每一个的主展厅呢都配备了一个副展室，在副展室中啊有大量的互动装置。您可以看到这个柜台上，我们扫一下，它像那个二维码这样轻轻的一扫，就可以了解到相对应的一个化石的信息。亚洲象，这个呢是陆丰古猿啊，相信小朋友们应该对这个非常的感兴趣了啊。那这里呢右手边我们看到的这个沙坑呢，它是我们模拟的一个考古现场啊，朋友们呢可以进去自己体验一下考古发现我们化石的一个过程，然后将化石呢贴在前方的装置上，就能了解到对应化石的具体信息了。另外呢，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在这里提供了大熊猫骨的它的那个祖先们的半身动物的化石，这里是亚洲象象牙和剑齿象象牙的模型，都是1:1复刻在这里的。那么第一个展区我们参观结束之后呢，就来到了第二个展区竹林影视。在这里大家可以感受到啊，整个展区的光线是非常暗淡的，因为大熊猫呢它常年生活在竹林之中，光线的非常的暗淡，也导致了大熊猫视力比较差。在竹林之中呢也隐藏着一些其他的半身动物，观众朋友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到时候来现场体验一下。这里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装置啊，我们可以过来了解一下。哇，是一个树桩的这样一个造型，我们打开看一下是什么呢？哇，这里呢就是一个大熊猫幼崽的模型了。
一比一的模型哦。出生大熊猫宝宝的平均体重呢是大概120克左右，也就相当于两个鸡蛋的重量。目前呢，世界上成活的出生体重最轻的大熊猫宝宝呢，也就是图片上这里显示的这一只，仅为42.8克，也就是我们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创造了奇迹啊！它的名字呢就叫做成浪。好，现在呢，很多小朋友们他对大熊猫的具体这样一个120克没有具体的概念，所以我们在这里提供了一个称称我有多重的一个装置，在这里通过游戏就可以具体的了解到大熊猫幼崽它的一个体重，一个直观的印象到底有多轻。所以呢，大熊猫平均出生的体重120克、啊、就相当于两个很小的水果的重量了。好，我们往这边走。在竹林之中呢，还隐藏着非常多的动物，还有一些大熊猫在古代在中国的一些历史和故事。这个头顶上的这个圆盘啊，也是讲述了大熊猫在中国古代的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故事。需要朋友们呢到现场来一探究竟了。那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呢，是二展区的一个副展室，在这里面呢也提供了非常多的互动装置啊。那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眼前的这一颗像树一样造型的一个滑梯，这里呢非常受亲子互动的一个欢迎，非常多的小朋友会在这里进行一个滑梯的这样一个体验。我们在这里呢也是设置了一个树洞，有兴趣的家长呢可以带小孩过来体验一下。那在这面墙上呢，我们为大家提供了大熊猫会在野外有什么样一个不同的形态啊，它的动作形态是怎么样的，那我们可以触碰来了解一下。比如说这个，动起来了，可以看到它正在吃竹子。那这个呢，我们试一试，是大熊猫们在玩耍。这里呢还提供了其他的几种大熊猫在野外的生活形态，有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到现场来一探究竟哦。接下来我们就前往我们大熊猫博物馆的第三个展区，发现熊猫。那在这个展区呢也向大家介绍了我们大熊猫是怎样一步步的享誉世界出现在大公众眼前的这样一个历史啊。我们第三展区的副展室之中呢也提供了大量的互动装置。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台装置通过往复3次的推动呢，可以了解到大熊猫不同的一个肌肉组织。我们现在看到是肌肉组织，它像一个 X 光片一样啊，后面的这个那在这里呢也可以看到有其他的一些非常多的互动。很多的游客朋友到了我们熊猫基地之后啊，都会有疑问，大熊猫到底能不能够发出声音呢？所以我们采集了大量的大熊猫的声音给大家，大家可以听一下，然后猜一下这些声音代表着什么样的一个情感含义哦。我来按一下啊，能听到吗？再听一遍，有点像狗叫是吧？那这个声音呢，就代表着打斗和警告的意味哈。要不要再试试其他一种声音呢？我们来试一下这个听筒吧。这个声音是不是有一种撒娇的感觉啊？那这个声音呢，就代表着幼崽在寻找母亲了。您看我们在这里呢都同时在上面展示了不同的声音有什么样不同的含义，所以啊您可以到现场来自己来感受一下。
那在这里呢，这面墙上我们也提供了非常多的一个互动的一些装置，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啊，是大熊猫的手骨模型，还有这里呢是大熊猫的头骨模型，以及呢我们在旁边都会有展示板向大家科普啊。那么大熊猫的头骨呢，它是较大的，矢状脊呢也是非常的突出，这样是有利于强大的脚咬肌附着。在这里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摸一摸，您可以摸一下，像我这样，就能体验到真实的大熊猫皮毛是怎么样的触感了。哇，它其实是有点扎手的，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柔软哦。因为大熊猫的这个皮毛呢，叫做真毛，是附着在外层的一个皮毛，有防水、防寒的一个作用。而在里面呢，较软的一部分呢，叫做绒毛。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哇，这里面是什么呢？这个呢，就是大熊猫粪便的模型了。哇，非常有意思，是不是？这个是1:1的大熊猫粪便模型啊。不过大家放心，它是不臭的，因为这个只是模型而已。我们可以看一下左边的这个粪便呢，绿油油的，它是大熊猫吃了大量的竹叶啊、竹笋之后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粪便。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有点干燥的，那这个呢就是大熊猫吃了非常多的竹竿之后产生的粪便了。所以啊，大熊猫它是直肠子。一般来说呢，食草动物啊，它的肠道是非常长的。比如说鹿，它的肠道呢是自身体长的25倍左右，但是大熊猫呢只有自身体长的4倍左右。所以基本上可以说啊，它吃什么排什么，我们通过粪便就能了解到大熊猫啊这一顿吃了什么东西了。在这里呢也可以看到对于大熊猫尾巴的一个科普。大熊猫的尾巴呢，它是扁平的，非常短。那么现在来说呢，大熊猫的尾巴它主要是一个涂抹尿液的一个作用。除此之外呢，我们在这个展厅啊也可以看到大熊猫的骨架啊，还有一些其他的科普装置。那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的这一个武艺棚相信有的朋友已经知道了，它是我们世界上第一个大熊猫野外考察站。这个呢是当时的胡景处老师带领他的团队在卧龙建立的，海拔3000多米啊，非常艰苦的一个环境。到现场呢，我们也可以看一下1:1复原的武艺棚的里面它有怎么样的一个构造啊。这里卖个关子，大家来现场来了解一下哦。这面墙上呢也是为大家讲述了我们的胡景处老师和夏乐的一个故事啊。我们两位非常为大熊猫做出了非常多贡献的科学家呢，在这里也为我们提供了他们在野外工作笔记的一个复刻本，大家可以来现场。对这一方面有非常有兴趣的学生朋友啊，或者是专家老师也都可以来现场看一下。这个是夏乐的部分野外工作笔记。在当时的环境非常的恶劣啊，胡老师他去野外考察的时候呢，甚至都没有一双非常好的皮靴。夏乐老师呢，他作为一个来我们中国一起调查野外大熊猫这样一个工作的专家，看到我们胡景处老师的脚上都是穿的草靴之后呢，还说你应该买一双皮靴啊。之后呢就为我们的胡景初老师呢申请了一双用羊毛打的靴子哈。在这个过程中呢，两位老师也是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情。像在这里呢，我们也是为大家提供了胡老师他在野外考察用曾经使用过的一个科考用具。可以看到当时的条件是非常的艰苦的，就是简单的一个布帽子啊、布手套啊，甚至是草鞋。
在野外的考察过程中啊，其实除了有大熊猫之外，还有非常多其他的动物，甚至呢有一种动物叫做水蛭啊，非常的可怕，会附着在科考人员的身上，吸食科考人员的血液。所以大家想象一下，在这样一个艰难的环境中啊，他当时的团队呢也是完成了第一次的科考任务。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些图片，都记录了当时的一个科考场景。团队人员啊需要跋山涉水，有的时候呢甚至会遇到大雪。有一次呢，胡老师在大雪中科考的时候呢迷失了方向，在他晕倒的最后一秒呢，向天空发射了信号弹，这样的情况下呢才使得他的，还好他们的队友发现了，挽救了胡老师的生命。所以也是在胡老师还有这样非常多的大熊猫护航人的努力之下，我们现在的科考装备呢得到了升级，也有越来越多的大熊猫甚至其他的野生动物的一个保护工作者投入到了科考工作中。也正是由于这些科考工作者和大熊猫护航人的带领，我们的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才越做越好。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的左手边有提供了大量的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在我们的遗传啊还有疾病啊繁育啊等等方面的一些工作照片。大家可以在这里看一下这只幼崽啊，饲养员正在帮幼崽排便，因为刚出生的幼崽呢是没有自身排便的一个能力的，它的一些消化，它的一些系统啊还没有发育完善，所以饲养员呢需要模拟熊猫妈妈舌头的温度和力度来帮助熊猫宝宝排便。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也是为大家提供了非常多的大熊猫护航人的信息，有兴趣的朋友们呢到时候在现场啊可以这样拉开这个装置具体的了解一下。我也希望越来越多的观众朋友们能加入到大熊猫护航人的行列中来，大家一起来保护大熊猫。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前往其他的展区哈，在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的整个展区的它这个背景呢也是连贯性的，我们做了非常多的场景营造。我们也提供了无障碍电梯，到这里之后呢有的游客朋友们如果不方便这样步行下去的话，就可以乘坐这个无障碍电梯。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濒危年代这个展区哈，在这里呢我们向大家科普了为什么大熊猫它会处于一个比较濒危的状态。当然现在呢大熊猫已经从濒危降为了易危，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哈。但是呢大熊猫这样一个看起来还是比较强壮的物种为什么会面临这样一个处境呢？其实呢是因为我们人类活动啊对环境产生的影响。有的朋友们呢可能会认为是大熊猫这个物种自身它的繁育能力较差，那其实呢最根本的原因啊还是因为我们人类活动将大熊猫的栖息地啊破坏，造成了大熊猫栖息地的严重的破损化，也就是说它一片和另一片呢不能连在一起，支离破碎的这样一个状态，彼此之间呢无法交流，所以就导致它的遗传多样性受到了影响。我们现在要做的呢就是将大熊猫的这些支离破碎的家园连接成片，所以我们的大熊猫国家公园啊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之中。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是为大家展示了除了大熊猫之外的其他的非常多的濒危动物。那我们在这里可以试一下这个装置哈，体验一下，通过拍打我们就可以在大厅中听到
相关动物的一个叫声。哎，触摸之后呢，听到了大熊猫的叫声。嗯，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哎，藏羚羊，我们来试一下。哦，这里呢，就藏羚羊发出了它的叫声。我们通过这面墙呢，也是想让大家了解到啊，保护大熊猫的意义所在。我们保护大熊猫，并不是说保护大熊猫这一个物种。那么大熊猫呢，它其实呢，也被称为散户种和旗舰物种。散户种呢，就是指大熊猫啊，它像一把伞一样，我们保护了大熊猫呢，也就相当于撑起了这把伞，也保护了与大熊猫生活在一起的其他的动物们。那另外呢，大熊猫呢，它作为一个旗舰物种呢，是因为我们的大熊猫啊，它有非常独特的号召力。就像我们可以说是动物界的顶流啊。那我们的保护生物学呢，它并不是一个象牙塔的学科，它是需要更多的人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保护大熊猫、保护野生动物的行列中来，所以非常需要像大熊猫这样一个有号召力的动物作为旗舰物种。所以我们保护大熊猫的意义，也就是保护我们更多的野生动物。保护更多的野生动物的前提呢，就是要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我们也就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还有整个的我们的栖息大熊猫和其他动物的栖息地。在这里呢，是濒危拯救中心，也就是濒危年代这个展区的副展示。我们在这里呢，可以看到一些红外相机捕捉的野生动物最自然的状态。我们在野外呢，会在其他动物的一个盐分舔舐地啊，或者是它的巢穴之处，设置一些红外相机，以此来抓拍一些野生动物最自然的状态，为我们的研究工作啊提供了大量的帮助。在这里，您可以这样触摸这个屏幕，就能了解到相关的保护区的一个介绍。上面的这个大屏幕呢，就是相关的图像哈。那除了有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之外呢，我们在这里还提供了其他几个自然保护区。到时候呢，需要观众朋友们来现场慢慢的了解哦。接下来的这个展区呢，叫做保护之路。我们在这里呢，也是经过大量的考据之后，从野外啊，复刻了大熊猫自然保护区的一部分的景象。我们可以看一下脚下是湿漉漉的一个比较潮湿的环境，因为大熊猫在野外的时候呢，它生活的地方一般是会选择在这样比较潮湿的一个环境中。有没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啊？我们可以看到身后除了大熊猫之外，还有非常多其他的物种。因为大熊猫它的栖息地呢，就像一个生命的庇护所，除了有大熊猫之外，还有非常多其他的野生动物们生活在其中。这也就是我们之前说的散户种的意义所在了。我们保护大熊猫，也就保护了这些其他的与大熊猫生活在同一片栖息地的野生动物们。在这里啊，我们可以听到有其他动物的叫声。我们在这里啊，还设置了一些气味的发射器。我们在这里可以闻到，甚至能闻到一些花香啊。您到现场可以来体验一下。您看这个脚下的玻璃栈道啊，都是大熊猫它在野外的一个生态环境的复原。很多小朋友们对这里啊也是非常的好奇。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自然栖息地啊，叫做就地保护。我们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啊，或者是国家公园，都是通过这样一个形式来保护野生动物。那除此之外呢，我们除了就地保护之外，还有迁地保护这样一个方式。成都大熊猫
繁育研究基地呢，就属于迁地保护的一种啊。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眼前啊，是大熊猫，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曾经的重点实验室的一个复原。在这里呢，也是提供了大量的一些动物的科普，甚至呢，还有一些是曾经为我们的大熊猫繁育，做过立过汗马功劳的设备哈。在这里您可以看一下这个装置，它是完成了大熊猫亲子鉴定实验的一台装置啊。我们的基因测大熊猫基因测序就是通过这一台装置完成的，当然它的主机不在这里。另外呢，除此之外，您看在这里还有非常多的互动装置，您可以在这里体验一下，如果你作为一个饲养员会怎么去养育大熊猫，我们这里叫做云养大熊猫的设备呢，可以带您过一把我们饲养员的大熊猫饲养员的瘾儿哈。你要注意脚下。接下来的展区呢叫做生态家园，相信看过了我们刚刚的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两种方式之后呢，大家都知道了我们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而我们的目的所在呢，也是希望建立一个青山绿水这样一个环境，除了让大熊猫和其他的野生动物能够在其中自由自在的生活之外呢，我们的人类也可以与他们建立一个和谐相处的这样一个画面。在我们的中央圆桌上啊，为大家可以大家可以看到，哇，有好多的气泡啊，我们可以通过互动这样拍打，哎，您可以看一下这个气泡动了起来，也播撒了一粒属于您的一个希望的种子，就是希望我们的生态家园越来越美好的这样一个愿景。通过拍打，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泡沫就传递到了墙面之上，也就是身后的这个青山绿水的自然生态环境之中。通过拍打之后呢，我们将我们的希望的种子生根发芽，然后茁壮成长哦。非常多的小朋友喜欢这个装置啊，您可以通过拍打云朵让云朵动起来。还有非常多的彩蛋哦，你看我们刚刚播撒的那个希望种子，它就长成了参天大树。哇，下起了雨啊，这面墙呢非常的神奇，有的时候之后呢会出现一个星空的画面，非常的美，大家可以到现场来开启更多的彩蛋啊。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呢，让越来越多的游客朋友们了解到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一起来建立一个青山绿水没有污染的一个家园。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是为大家提供了非常多的文创类啊，或者是书籍类的一些宣传的产品，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呢，能让更多的人加入到保护生态环境的行列中来。除此之外呢，熊猫基地也是有非常多的历届的大熊猫保护大使来发声，号召大家一起来保护大熊猫，保护生态环境。但是除了我们的明星大使之外，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啊，在各行各业之中都能够成为熊猫大使。在这面墙上啊，为大家提供了不同职业我们为保护生态环境做出的一个贡献。那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呢？从点点滴滴做起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一面墙都为大家提供了我们能够做的一些方式，通过这样一个盲盒的形式啊，我们激发了大家的特别是小朋友们的兴趣，能够怎么去做。哎，这个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告诉您我们可以通过拒食野生动物来保护生态环境，
那这里呢是告诉大家可以通过植树造林这样一个形式哈，我们可以争做环保志愿者等等等等。那到现场呢还有这么多的盲盒等着你开启哦。最后呢，如果您参观完我们的大熊猫博物馆，想让大熊猫一直快乐的生活下去，那么您就可以在这里啊写下您的名字，书写上您的名字啊，我们一起呢在这里许愿成为一名保护大熊猫、保护生态环境的志愿者，从我们的点滴做起。我相信呢我们每一个人呢除了保护大熊猫之外，也希望更多的野生动物们能够无忧无虑地生活在这个地球上。那么从现在起啊，从我们每个人做起，我们都能够成为一名大熊猫保护大使。那今天我们大熊猫的这个博物馆的之旅呢就完成了。当然还有更多的装置呢是需要游客朋友们自己来现场体验的啊。在这里呢还有非常多的彩蛋等着你开启哦。那么小 C 就等着下次我们连线咯。感谢赵老师带我们认识了大熊猫博物馆，想了解更多大熊猫的知识，那真的是必去打卡博物馆啦！看到里面如此多的互动装置，也都想亲自体验一番。今天约会大熊猫探访宝藏地的直播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希望大家持续关注 iPanda 熊猫频道，关爱珍惜动植物。下期节目想去探访哪里呢？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哟。拜拜。 We get in trouble every now and then. Everybody needs a friend. Someone who can help you out. Life isn't easy, it's a bumpy ride. Hard to take it all in stride when you're upside down. When